恭喜恭喜，陈展鹏蝉联新加坡视帝，而他有份主演的 TVB 剧集《张宝仔》更获得当地电视颁奖里的我最爱 TVB 剧集奖，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展鹏这晚出席剧集庆功宴时就说，一回到香港就收到一大堆讯息，大家都抢着恭喜他和叫他请吃饭呢。对啊，但是今天我都不能吃了，就是来致辞一些，我就要回去拍这个《行侠英雄》了。还有就是有，就是《行侠英雄》的一帮演员呢，都已经要我请吃饭了。吴丁啊、，Nancy。吴定欣他们都已经蛮开心，就是在等你请吃饭。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要找个时间嘛，因为拍这个戏都已经时间都比较忙。我们都想吃两顿饭，但是要跟 Jazz 姜志要谈一谈才行，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场景外景都很赶的。对，听展鹏这么说就知道陈战英雄正拍摄的如火如荼，除了拍这部剧之外，他还要准备拍巨轮二，真是蜡烛两头烧，非常忙碌呢。巨轮二要到日本的冲绳里面那边拍这个第二集啊，要差不多两个星期，所以都蛮大挑战，因为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在香港拍完行侠英雄，承载英雄才可以过去，当然不希望拍完就再回来了。对，虽然展鹏工作忙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但都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桃花。既有传他跟陈凯琳曾经秘密交往三个月之后，最近又传他跟另一位拍档擦出了爱火。对对对，不会啦，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是基本上拍这部戏拍完播出街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我旁边的女生或者是男生都已经传了很多很多谣言出来了。这部戏都差不多完了，我觉得很多这个绯闻都差不多要完了。